我认为侯市长就是一位正直、有胸襟、有勇气的。他单枪匹马，只身面对持枪的悍匪，他那样子的勇气，我想问，今天社会上有几个人能够做到这个样子？这哪里是那些平常耍嘴皮子的嘴炮英雄可以比的？侯市长敢于坚持自己的理想，相信自己的理念，不会随着外界的声音影响。我是管中闵，恳请大家支持侯友宜。